决你们玩武器上单对战场的左右掌控大吗？你们感觉玩武器玩上单能不能左右战场的一个走向？可以吗？不行。有没有不同的答案？可以。懂事一的打野，有个懂事一的打野就很好。对，团战我感觉不行，因为武器上单的出装，你出的是单带出装，你再去打团就爆打了呀。武器上单的一个问题，现在目前上单最大的问题所在于哪里？就是很多人会，很多打野会比较莽，就他不跟你慢慢打。他是直接跟你莽着打的那种，莽起打，就是不等你，或者说打团什么的，他不看你的位置，也不等你带线什么，他就打架了。打完然后点你一下，上单为什么不来打团？为什么不来打团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慢慢的玩武器上单的人越来越少了，真的就是有点会让人生气的。这不说我呢吗？然后你看着被你打成0-2、0-3、0-4的对面上单陷入了沉思，这一把真的是我的问题吗？是不是单带硬生生敲掉对面两个高地队友那边武器来打他？武器你怎么来打他？是不是武器怎么打团？我们就赢了呀！武器你怎么不打团？都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吧？很神奇，很烦，但是没有办法。这波我没升五级呀，有点难受，算了。A，E，A， 我操，要被晕一下，不过没事。这波，哎呀，好兄弟给我头拿了 ，Q，A，A，W， 还行，杀掉一个。这波线要帮忙推的。这波线不推的话不行的，因为我们多了一个后排兵，一个前排兵，那就帮忙推进来，推进来让我们打进塔皮。也不能无脑带呀，对面有墙开就不能乱带，这个是。破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我也不爱玩上单武器了。熟悉我的兄弟们应该知道，我有段时间做上单教学，就是打了两个星期，那个时候是赛季中期的话，从大师零星一路干到了段位榜前一百，段位榜不止前一百，当时都已经打到前五十了，那时候好像打到前五十了，就一路。就每天直播四到五个小时，不到六个小时，4到5个小时，就每天直播就上五波，那段时间是上五波，我上分上的巨快，但是后面我真不爱玩了，真不想玩，感觉玩累了，知道吧？对，三个人虐塔刚，两个星期王者百姓，好嘞，等一下我帮你报仇，我先推塔。不止王者百姓了，那时候那两个星期已经打到一百四十多星，150星去了，150星了。但是玩上单，说句实话，真的累。你优势大好，队友炸了，你是真的没办法，你很烦，你很头疼。哎，不能打哥。好，杀掉就是了。对面剑姬来了。假装往下走 ，OK， 站在这个位置，啊，惩戒一下，拉开，他要 Q 吗？他 Q 拉断的话就可以打。A E A Q W OK， 还行，惩戒，哎呀，惩戒没回到，有点难受。但这一波的话，小龙要丢啊。宝贝儿，我讲句很现实的话，
打职业并不是说你一个英雄玩的多好，打职业讲究的是你的英雄词要深，宝贝儿。而且打职业要什么年纪？要年纪要小，反应速度够快，知道吧？你像我这种专门就玩一个武器的，你让我去打职业，哦，对面把武器一半，我的妈，我直接一脸懵逼，玩什么？玩勾巴，玩石头人，操，是不是？怎么玩？没法玩，兄弟，根本没办法玩的。我在路上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像我们这种的话，像我们这种基本上只玩一个英雄的主播，这就真的就是对面派克仔。开个一级，这个位置我得向后拉一下，狗熊，这个熊要踹我。开大招，赶快走。逮走了，逮走了，这波不好打了，宝贝儿。哦，你可以打一下，我去上路守线。AEAW 你不要什么都叫，至关重要核心东西保留一下，那都玩底子。好兄弟，没事，这个东西无所谓。我直播的话，基本上什么都叫啊，老粉都知道。看我直播上了国前十的，我这一回直播间有没有？我们就不讲什么国前二百，好吧？我们就讲一个高一点，讲高一点。看我直播上了国前十的，真实的现在直播间有没有玩武器啊？上了国前十的，这一回我不知道在不在，有好几个，很多个。真的很多，我的粉丝真的质量特别高，真的质量很高。这边看能不能帮忙抓一下，中路不是很好抢路，因为强开能力的话还是比较头疼。QAW E A 他放 W 了，没放，惩戒一下 AW OK。打发探照对面的这个大爷在这个位置，怎么说 ？AW E A。哎呦，小伙子，玩的少皮啊！杀掉。老贾什么时候露脸？我不太想露脸，本身这个颜值就不是很高，露脸干嘛呢？对不对？我的颜值又不高的。哎呀，真的是，兵线没进来。然后看能不能破高地，这个先锋我要去破高地了。看你直播，我看你直播找女朋友学了咱，你女朋友学会了咱，那个大哥这个日子还过得还行吗 ？AW A 好了，反他一个蓝 buff 啊。这边的话看能不能把这个杀了分离给包一下。AW E A A E 他直接放弃挣扎了。看对面有没有赶过来的意思，没有 ，OK， 高地有了，先锋，直接扔，跳过来 ，AW， 开一技能 ，A 一下，惩戒一下 ，W 拍一下 ，A 一下，啊，杀不了，不着急的 ，Q 技能再拿过来，没事，这一波我可以死，但是这一波高地破掉了。英雄转，但队友这边的话，守家好像不是很好守。中单回家守下高地。中单这一波去收头了，那高地换高地就不赚了呀。Q 是不是不能随便交？对呀 ，Q 肯定不能随便交的，一波是一波不了的，因为太厉害了，宝贝儿。武器怎么出装？出完天赋再主 S 点，主 S 点有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皮肤哪个好用啊？就武神这个比较好用。打击感很好，声音很清脆，梆梆锤，知道吧？梆梆梆的，很舒服。我武器比你厉害多了，我知道。你看我直播只是想看一下我这个问题出在哪里，指教一下我，谢谢你，大善人。你操作不行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是娱乐主播的嘛，哥。小龙。
剑姬有说法，那 Q A W E A A 斜角怎么说？哎呦，他这个 W 捏死不交，我操！捏死不交，反而不好杀他。上单能过来吗？这波我们要打小龙团了。这个位置有问题，位置特别差。这两个有点不好追。真的不好追，好兄弟要被斩了。这两个东西搭起配合来拉扯很烦，好恶心啊！真的，嗯，可以，他走到脸上去了，被恐惧到了，那就能杀了。我女朋友说她想对你说斩，我屌。A E A W， 剑姬这波看能不能杀了 ？Q A W， 怎么说 ？OK， 在这里叫 W， 承接 A， 杀掉。武器打剑姬就注意，你要扭一下他的 W 啊，尽量不要贴他太近。妈的，我被秒了呀！我这有点恶心，弄丢了。哎呀，想排个四也真的是有点烦。这波吃大亏，把魔抗做一下，对面魔抗还是有点高。大招贼劈，漂亮。Enemy slain. Shut down.不过没事，对面大龙 buff 掉了之后，小龙才刷新，啊，其实问题也不大。他要开始过来了，他是真的很想杀，这个派克真的是很想拿头，超想拿的，这一波我感觉还能杀。我操，好痛啊！我出了一个小法抗都不行，两个技能打掉半关血。上路兵线要处理一下，好不容易对面超级兵掉了。赶快把这波兵线打了，不然被这个小兵拆掉我们的小水晶就难受了。再打波兵，回家永生花做出来。出水银鞋呀，出水银鞋还有其他的伤害啊，我们不能只当着一点，对不对？注意躲一下安妮大招就好了。安妮不交打，我们不进场嘛，对不对？队友的输出也很高。我在路上。小龙直接拿了。剑姬要来，杀掉，还行，
OK， 龙有了，保一下，保一下，保一下，保住了，可以。中路一波了吧，差不多26秒钟，差不多了，扛一下塔。再扛，该我扛了。